最近美国最火热的不是 NBA 联盟的球员，而是 NCAA 的一个超级天才，他就是被称为小詹皇的蔡恩·威廉姆斯。此前，蔡恩·威廉姆斯刚刚在加入杜克后的训练赛中，给队友们表演了一把罚球线起跳飞跃暴扣，这已经在全美引发了轰动。要知道蔡恩·威廉姆斯体重重达285磅，全联盟只有博班一个人比他更沉，甚至詹皇都比他轻20磅。这样的一个大学生竟能罚球线飞扣，让人震惊。结果今天蔡恩·威廉姆斯完成了自己的大学联赛首秀，他第一场比赛就狂轰29分3篮板，带队86-67击败了瑞尔森大学，打消了所有人对他的最后一丝质疑，尤其是这个前场板不扣更是震惊全美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蔡恩·威廉姆斯不仅有身体素质，此役他全场投进4个三分，展现了不错的外线能力，身体素质完爆新秀詹皇，现在不只能暴扣还能远投，或许下一个颠覆联盟格局的球员要诞生了。